重病主因是热能严重不足，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患处为辅。处理后若还有病症，可从他处体伤下手，即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不言而喻，治疗疾病的目的首先是保住生命，其次才是解除症状，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热能反映在体力，故研判重病的好转与恶化，观察体力虚弱病症远比其他症状更为重要。也就是经治疗后，不论症状有无改善，如见体力渐渐充足，则属好转，反之如见体力渐渐衰退，则属恶化。重病患者如果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仍无效甚至恶化，则此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究竟是属一，患者不正确生活习惯造成，如外内热源按推运动做不到位，观念不清，情绪起伏太大，太过劳累等。二，热源的使用无法直达患处体伤。三，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四，已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可通过三大诊疗方法加以研判。若属第一项，则患者必须反省检讨，通过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并加强温热性饮食、温敷及按推患处，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从而达到自我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此外，不仅要按推原始痛点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还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及任何寒凉性药食，包括各种点滴，如葡萄糖、食盐水、白蛋白、抗生素、利尿剂，唯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重获健康。若属二三项，可用原始点继续处理，但外内热源之姜粉、姜粉泥或姜汤需机油灌肠、洗眼、喷鼻等，或大面积涂抹，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直接温暖组织器官，配合按推患处及其他外热源，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从而达到保命及自愈疾病的目的。若属第四项，则需审慎评估从果处理是否有效，若有交由西医治疗，若否最好安于现状。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哎呀，我这个重病怎么处理没有好啊？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讲了一大堆，我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归类成四点，就是这四点。为什么重病用原始点会处理不好？第一点，最常见的就是怎么样，患者本身的问题，比如说观念不清、情绪起伏太大啦、啊，他自己习惯也不好，又常常熬夜啊，对不对？啊，类似这样最常见。因为很多患者来，我说那你病怎么会严重？他说我都有听你的话啊，你叫我喝姜汤我也喝啊，你叫我温敷我也温敷啊。那详细就问你一天喝多少，我就是用把一小这样一小把，然后就开始熬啊，熬个1000cc 我就喝啦，我一天喝1000cc 耶。然后温敷呢，我有啊，一天半个小时啊，啊怎么还没有好呢？运动呢，有啊，我每天都在公园散步啊，都有20-30分钟哎。他这样就要好了。然后我说你吃菜怎么吃的？有啊，反正能吃我就多吃一点啊。
那反正好吃的我就多吃啊，我胃口都还不错啊。那但怎么现在体力越来越差呢？其实他也没有分辨寒热，他所谓的好吃常常鱼肉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又没有加辣椒什么，都没有照原始点，但是他认为他已经都听话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临床上很常见的。所以第一点，你第一就可以第一个先把这些他的饮食生活习惯一定要好好问。今天为什么会出问题？按推也无效，内外热也无效，中间是不是他有什么，或是他表面上跟你喝姜汤，回去就喝西瓜汁，有没有可能？说不定哎，来基金会喝姜汤，回去果汁打果汁每天喝的，我也听过、啊。那你不问他，他还不讲，那你怎么搞定？所以，我归因为四类。第一类，这个是最常见，所以做原始点的义工一定遇到这样，详细问出他的生活习惯、作息，啊，进一步厘清。好，第二个就是使用热源没有只达患处体上。比如我昨天有讲过，一个癌末患者，他经过按推、红豆袋、有那个还有电毯，什么24小时，他说我都用了，都没有效。最后我是怎么解决？昨天我有讲，我就是用姜粉泥，姜粉泥直接大面积涂，然后直接按，按到他背部都灼热，来回就是搓到干了。然后干了再重新制作姜粉，再锅再弄，这样如此三回，哎，起来它就改善。那代表什么？以前的热源没有怎么样，直接透进去，就出问题。那同样有一些一直拉肚子，你怎么温敷又吃不下，你怎么温敷也没有效。这时候其实只有一招，这时候怎么样？灌肠，而且用什么灌肠？也有人姜粉泥，也有人姜粉、姜汤都有，那应该用什么灌？姜粉，拉肚子一定是用姜粉，拉不出来姜汤是这样，后面会讲到，我就不再细说。那就代表怎么样？其实姜汤进去对这种症状其实也是有效，但是真正解症是姜粉。因为它停留比较久，效果比较持久，会效果比较好，是这样来的。好，那这样说来，又犯了一个怎么样？没有直达患处体相。我们很多腹水啊，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原始点面对要攻克。我认为这一个山头，我越来越觉得已经越来越感觉我们已经爬到山头去了，有这种味道。腹水是很难治的。很多快死之前都有腹水，还有喘啊，这些你怎么处理？腹水你不能喝姜汤太多，哎，因为它本来水就不容易排除，哎，这时候要改变方式了，比如说含姜粉泥，或吃一些姜丸类似的，就是不能水分太多，这时候就要善用各种方法。然后你光红豆袋那些热源是进不去的，它还有水阻隔，哎，对吧？那怎么用呢？像这么严重，原始点的外热源的使用，甚至有时候还要配合怎么样灌肠，哎，姜粉灌肠，哎，这些所有的原始点的方法都要招招怎么样直达患处体下，直达组织器官，哎，这样才能起死回生。那所以你看热源的使用，如果你是停留在之前到直达患处底下，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你反正你说你我该什么热源我都使用了，但就是这样，没有，你还要想到原始点已经进展到怎么样直达患处底下。你看眼睛怎么会不好？因为你敷这里啊，它是患处，它明明眼睛患处是在这里，你温敷他处会好吗？现在还有很多人眼睛不好，他是温敷这里的，有没有？那应该温敷哪里？温敷眼睛啊，
这个已经不在话下啦。那温敷眼睛什么最快？洗眼最快啊，姜直接进去啦。所以你做不出来，有可能就是怎么样，你的热源还停留在以前，那原始点已经把这一个关卡突破了。这个关卡是我说过了，就是医学界还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们已经游过一遍了。你没有直达就是不行。一般热源的使用没有再说直达换助体箱了，可以直接不管内外都是这样。你看灸它只是他助体箱的小范围，姜只是大范围，它没有特定部位。哦，一针二灸三用药，你再来看，那原始点不是啊，连内热炎都可以进眼睛啊。那你鼻水、鼻窦炎这些啊，很久的治不好，那治不好一定有问题，一定怎么样？没有直达换助体箱，包括轻重症，有时候到重症处理不好，有时候也是这样来的，也是没有直达换助体箱。那这里重病顺便一道都讲清楚，所以第二项是非常重要。好，那这个直达换助体箱，我们还是来放一个案例，加深大家的印象。腹水案例：2018年10月，腹部突然大起来，且快速变大，经检查有积水及肿瘤，医生要他进一步检查，他不愿意，就每周到推广点来按推，回家也配合内外热源。但半年都没有太大改善，胃口不佳，肚子鼓胀，肚子变大，肚皮发亮。2019年5月开始加强运动慢跑，6月份推广点也尝试用姜粉泥按推。姜粉泥涂抹上下背部原始点位置与腹部积水肿胀处，让热源直达患处。按推后再用保鲜膜包住，保暖时间更长，热源不易散失。2019年7月12日，腹部变小变软，现在胃口好，体力也改善了。腹部常常都是会 burst， 有时候可以很久的，15-20分钟也可以的。但是我以为是我的胃不好，去看那个医生。然后他就叫我去照那个 MRI，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囊肿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叫我去看那个 oncology 医生，我就没有去看，因为我知道一看就要开刀，因为他要开刀拿那个出来才知道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怕，很怕又不知道做什么。后来就是看那个原始点啊，有说过来看看怎么样可以。但是那个也是一段时间之后了，从那段叫那个 MRI 到来这边的时候已经大了更多，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很大的。然后就好像有原始点了，我不用去看医院了，这样就是好像有一个希望这样子，不知道怎么说，有一个方法不用去看医生，不用去开刀，这样子就，因为做那个癌症，我怕他如果是真的癌症要化疗啊什么的，我怕我住不下啊，就来这里玩几天了，可能就是有那个希望，所以就坚持了，就是这样。这个患者腹水好不好医？真的不好医，所以这个患者也经过原始点什么温敷什么都做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好。啊，最后他们请教到旧金山啊，他们团队，他们就告诉他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涂，直接涂姜粉泥。他怎么涂？他怎么用保鲜膜包扎？有没有？让热源不易发散出来，然后直接可以直达灌注底下。啊，因为热不出来，它就直接往内透，那这样才有办法达到。所以最后，因为这样方法的改变，那么他之前热源使用也都对啊，方向也都对啊，但是就没有直达灌注底下，所以就做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尤其到重病，你很多细节疏忽了。
你是做不出来。好，那这个覆水，我说的慢慢，我们慢慢就知道，哎，以后每个来都要怎么样，都要电热吹风机吹啊，随时都在吹。那吹的过程中怎么样，开始等皮肤热的时候开始怎么样，涂姜粉泥。那姜粉泥也要温温的，不要等它凉了，凉了然后涂下去。还好皮肤如果吹热，它会比较容易接受。那如果又没有吹热，然后又凉凉的涂，患者会消耗热能的、啊、然后温温的这样涂，然后搓按推，让热源 一次又一次的进去，然后还要纸巾包扎，保鲜膜包扎，如果不够热还可以再继续远红外线或、哦、那个电热吹风机这样吹，这样层层透进去，它是可以改善。那如果连四肢都水肿怎么办？四肢要不要按？像我昨天那个谈到乳癌那一个，有没有他手水肿？有没有？如果以现在来看要怎么做？一样推，然后吹电热吹风机吹热，然后涂，然后按一层一层进去，然后该包扎包扎，该继续温敷温敷，哎，热了进去它就开始循环代谢变好，这水肿就很快就会慢慢消掉，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直达患处体香是这一两年来特别强调。我说原始点这一次是真的脱开放，突破了很多医学不谈的，但发现这个才是唯一捷径。好，那我们再来放下一个案例。红斑性狼疮案例，我今年66岁，自16岁起身体陆续出现红斑，逐渐扩至全身，红斑处流水很痒，经医生诊断为红斑性狼疮。这些年来我找遍中西医都没有效果，毫无改善，西医告诉我没有得医。这些年来我时常胸闷，睡不好，头晕，走路也不稳，手脚冰冷，没有力气，体力一天一天愈来愈弱，血压高，胆固醇也高，心脏肝肾都不好，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2013年有朋友介绍我到张昭汉医师原始点推广点，志工介绍我原始点理论，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每天帮我按推2次，并交代我要24小时温敷。推广点的志工试着用姜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疮上，再用保鲜膜包起来。刚开始几天很肿很痛，无法忍受。一星期后，我可以维持12个小时才拿开，皮肤也不再流水，也比较不痒。有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结痂了，以前我爬楼梯3节也爬不上，现在爬楼梯40节也可以了，体力改善了很多，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也不再那么痒。按推温敷涂姜泥，2013年12月8号开始，每日早晚全身按推1次，温敷12个小时以上，每日饮用有机干生姜片熬煮的姜水，每日用姜粉加水成泥状涂抹在皮肤上，用胶布包住至少12个小时，西药停止使用。在双臂上涂姜泥，双臂涂完姜泥用胶膜包住，双腿上涂姜泥用胶膜包住。2星期后，右手臂上明显改善。2013年12月8号，2013年12月23号。2星期后，左后臂明显改善。2013年12月8号，2013年12月23号，2014年2月3号，约2个月，红斑开始结痂。红斑开始结痂，不再流水。2014年2月11号，又过了1个星期，红斑不再瘙痒。
结痂处开始脱落，变得平滑。前后共计141天，手部变化。2013年12月8号，2014年4月29号。腿部变化，脸部变化。处理前，眼皮红斑明显。处理后，脸部及眼部变光滑有光泽。2015年12月，我真是感谢原始点让我重生。我不懂你讲什么话，就是应该更耐心表达我们对你的贡献。知道换柱体像不是说现在在有，以前就，只是这些好方法没有特别怎么样，把它凸显出来、强调出来，以后大家就是规定这样做，没有少了这个步骤，所以最后有些就做不出来，像腹水，他就不知道要包，他以为只有皮肤病可以包，那现在以后的这样大面积的图啊，要怎么包扎？现在不是只有保鲜膜，要包保鲜膜之前还要包什么？纸巾哦。然后保鲜膜如果包了，或是把它，不要说包得很紧，有时候它还会流汗啊，或者什么，啊，因为里面有纸巾，如果很湿就可以换掉，是这样。所以像这种细节是越来越讲究，但是你看这个是早期。但不要小看这个早期，这个是绝对是重病，因为五十年已经折磨到他，都觉得人生已经乏味了，啊，而且爬一下楼梯就喘到快不行了，那绝对是重病，会死人的，啊，那这样经过这样的处理，啊，140几天，啊，你把它挽回，所以直达换柱体箱的概念，如果没有像这种患者。容易做出来吗？你应用一般的红豆蛋，可以吗？所以你们就知道那是直达罐，所以现在把这个观念凸显出来，就很多命为的，你就是要这样，懂得这样用，然后我们的姜粉你越来怎么样，变成主流了。你看，那早期有没有用？其实就有用。好，那我们再。多看几个，现在再来看这些哦，用新的书再来看这些案例，你们会发现，哎呀，很多原始点的过程，啊，有些已经有，但是用的不纯熟，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像这个问题，我就问旧金山，他们问了好几次，我说一定要保鲜膜吗？他们是给我很大的肯定，他说是一定要，他们试出来，那你看腹水出来，他们也说。其他的点做不出来，但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你一定要用保鲜膜。哎，结果再用保鲜膜，然后涂，整个情况就改观了。哦，这个都是细微数，所以我认为这些细微数就是原始点乘以半的关键。你细微数没有注意，大病你是治不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牛皮癣案例。会痒。等一下，很辣，对不对？痛吗？这个好过后面。你一定要运动哈，不运动不行啊！他已经完全没体力了，才会肿成这样子。温敷还要喝姜汤，不然没有热人了。他要修复，一定要动到很多热人。他的脚肿，脚肿也是一样的问题，也是热人不够。第二三十年了，一次比一次发得更严重，这次就是看 CT 啊，
吃他的药和茶的药永远是不会断根的。所以这次朋友啊亲戚鼓励我一定要来经济会，不吃药不打针，把他永远断根。差不多都没办法走路进来，是人家扶我进来，因为我的脚已经肿到什么鞋子都穿不进去，把那个塑料袋这样子一路爬上，短短的一个礼拜就非常的见效，所以现在大概有一个多月，改善的非常的快，体力也非常的好，生病过还能爬捷运的楼梯十几到二十趟啊，以前就算我没生病都没办法爬。相信啊那你们要再有说脱掉脱掉脱掉我就脱掉了其实医学都看病会不会啊我告诉各位真的没危险医学就是难治但对现在对原始点怎么样容易已经不难然后这个病哦，还没用到保鲜膜就好。你看涂姜粉哦，你们刚刚看红斑性狼疮，早期就有，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在摸索，就是到底要不要用，最后确定有用，效果更好，就这样，最后的答案就是，所以原始点的进步，它真的得来不易，都是点点滴滴从自宫这样慢慢我看案例，然后慢慢归类。然后再把它厘清一条路来，然后制成 SOP， 又叫就是照这样做，啊，好，那我们接放下一个也是牛皮癣的案例。牛皮癣案例，2007年开始有牛皮癣，用过各种方法，吃过各种偏方，过了9年不见好转，反而恶化，全身开始水肿。稍微动一下就痛，无法工作，心情低落，更是恐惧担忧，脸、手脚、全身一直掉皮屑，真是体无完肤。已无外皮，只有皮下组织，每次一动都痛，无法睡好，真是噩梦一场。2016年10月24日，一个半月后的脸部、手部、脚部及背部，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我们太感谢也太感动了。2个月后追踪，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2个月前2个月后2个月前2个月后2个月前2个月后。As a video show, I'm still kind of believing, you know. Actually, I started this secret in 2006. Last year, 2016, end of summer, I realized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You see the video, from top of the head to top of the toe. Yeah. Everything, no other place, even losing hair.Especially worse thing that there's a crack under the here, feet black come out, couldn't walk the time I was like this because I couldn't move. But amazing thing, the Master Tsun, I met first time, right? He just so much confidence. I lost hope at all, then, you know, but she said, don't worry, just believe it.You recover. Of course, I'm so pain, I'm okay. I'm losing complete all hope. But he had amazing, strong, believe it, you know. But the first day I remember, he put my ginger powder. Oh, so painful. Yeah. I got the mask. Oh, so painful. Because no place to go.Yeah, I get 2006, first I went to the hospital, Western. They give so many, you know, creams, strong cream, and some kind of treatment. Of course, I put it
the only short time recover, but I stopped it getting sore. I stopped it because I feel so dangerous. This is, I started the beginning, I put the ginger powder in the leg and the hand. Because of pain, I almost fainted. Feel painful, but not. But I just believe what he said. It was like, just do it. And my wife was the same thing. Just do it. But after that, actually getting worse. More swallowing, especially swallow a lot. There are more coming out my face. You see more loss. Oh my goodness. But a few months later, right? Somehow, I feel a little better on my face and your hand first. Even a little bit, I got hope. Yes. Yes. Since I got hope, I feel more positive. Mm-hmm. They're actually getting more and more far, you know, recover. Yes. It's me. I can see it, right? See like this? Wow. I don't deserve my hope. Wow. Yeah, I cannot believe. I really want to appreciate all the effort from the staff and my wife too. 就是讲到我们第三点，我们说如果重病做不好，第一个患者是不是有错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举了很多，包括心情起伏太大啊，观念不清啊，这都是失败的原因嘛，这个都要改进。那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直达患处底下，第三个是什么，这些恶化的现象原本就是属于怎么样正常的恶化现象，属于正常的修复过程，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如果二三点来看，这里答案已经有了。如果二三点，那还是继续用原始点，只是你要直达患处底下，然后还要懂得，甚至现在有时候还要按推患处，对不对？配合按推患处，然后还要保鲜膜包扎，种种的配合，让热源直达，甚至必要还要个灌肠、洗眼、喷鼻，种种。这样我讲你们听清楚啊。所以只有这几大类，然后最后一项就是确定所有方法都没效，那就从因不能解症。这时候只有唯一一个评估从果能否解症。那不是说从果一定能取代从因哦，有些可以，但大部分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怎么样仔细评估，如果评估还是没有效，那这时候怎么样叫患者怎么样，还要去重果吗？不需要。比如说他看怎么已经都剩最后一口气了，你还叫他去医院去接插管，你忍心吗？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就已经是无谓的治疗，你如果评估这个热能已经都快耗尽了，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应该人要求一个善终啊！我说原始点，一开宗明义，我的秩序第一段就讲得很清楚。原始点的诞生，虽然没办法做到怎么样，不老不病不死，就是不死，我没有办法让你不死啊，但是会有一点可以让你延长寿命，还有怎么样？还有一个善终。因为你热能够不会死得很痛，那也是一个死对死的即将往生的一个尊重，然后也是善待。有没有善终这一件事重不重要？
重要啊，这是人很大的一个福报，你连死都要死到很痛苦，那很痛苦，然后再挣扎种种的，你那个痛苦的情绪带到下一次去哦，我跟你讲，你会迷路的，本来要往上面的，结果走到地下去了，然后越走可能越往下，因为又嗔恨心起来，又生气，那你只好越往下走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说这个原始点已经就是真正的，我昨天已经一开始就讲，就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这些都要照顾。那如果是到了最后一刻，你重果评估的时候，重因没办法解释，你重果你还是要小心。你如果懂得这一套的时候，你是尊重生命的，绝对是尊重，然后不会说哎我没笑，会不会引起医疗纠纷啊，你赶快去西药了，跟我无关，过去的我们一忘得一干二净，不能这样说，你要把它解释清楚，患者是能理解的，然后这样去你会有什么结果，你要告诉他，那由患者来决定，你不要帮他决定，对吧？这是一个态度。好，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原来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反复红肿痛，然后在涂的过程中哦哇痛到都快真受不了了，有没有？好不容易这样熬过来，那可见在修复过程中不是好像很痛，那就是症状的恶化，你看起来红肿，甚至如果流汤流脓都有可能，那患者如果不了解他可能就打退堂鼓。所以如果是属于第三种，还是要坚信它是属于修复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我昨天特别提出这一个，尤其乳癌患者，你看在处理的过程中大量喷血，喷完之后脸色苍白，四肢无力，这明显就是恶化，但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却没有一个会好，只会越来越恶化。那如果了解原来好之前会有这么多的考验，你的想法呢？要不要继续？当然要继续啊，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一关就走不过去了。原始点是好不容易经过这十多年才跨过这一关，但这一步却是人类的对医学的一个怎么样大进展呢？没有原始点这一步啊，很多重病是无依无靠的，是绝望的。好，所以这个刚刚他这个患者也透露到第三项，也就是这个过程中不是一开始就哦遇到原始点哇就轻松如意的就好了，中间还有一些考验。好，那我们再来看，再来越来越改进的时候用包扎，它时间是不是缩短？这个都蛮严重的。好，我们看一下牛皮癣案例。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情况，我跟他说绝对会好。为什么？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跟他说会好，他也有信心，对不对啊？这最要紧。同时，我也跟他讲过，将来恢复过程中间，你可能会碰到表皮硬崩，可能会碰到表皮溃裂，也可能会痒，也可能会肿，也可能会淌水。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御针了，所以他心里很笃定，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紧张。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我给他敷姜泥，腿上敷了，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没有灼热感，手上有微微的。他唯一的改变是他从当天晚上回去八九点钟睡觉，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帮他再敷姜，他手上过了十分钟有一点灼热感，但腿上还不明显。到第三次的时候腿还没有出门就已经有灼热，那么这个中间它也产生了皮肤绷得很紧，有灼热也有溃裂，淌水的时候它那个酒精套把它包住，包住以后那水淌了都湿哒哒的，然后又粘在皮肤上，然后穿着袜子穿着鞋子，那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淌湿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所以他不担心。如果一个志工没有这个经验，哎呦真的我不敢做，对不对啊？我们一没有信心，没有经验，一没有信心，他跟着就倒了，可以这么说，这正常现象。第一个月做完拍了这些相片，
Chris 跟我说一句话，说我觉得再过一个月我就会好。上个礼拜来，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像有一点有新的疹子，好像那个红肿小块出来，背上呢又开始有点不是那么平了。我说这很好，好现象。你要记得一点哈，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哈，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是全方位的，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今天我又看到他背又好多了。背部第一天一个月后，这些都是恢复现象。他现在自己感觉啊，有精神，有力气，不犯困，是不是？不犯困。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啊，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跟配合。最奇妙的就是，大概第三个礼拜，我原来有的那个流皮癣都正常了，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十多年来。什么都试过了，中医、西医、针灸。一个月的变化比对，一个月前，一个月后。原始点大概三个礼拜就有这种效果，我觉得啊，太奇妙了，不可思议啊！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就是原始点。因为我绝望好好久好久，而且。陈太太、陈经理和这些志工，真是很有爱心和耐心。他们的这种是让人感动。那我要继续努力。Yes. 好。哇，都平了，你看。对。失意的，我所有办法都找试过了，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很感动。呀，你们的答案我无法形容，谢谢。看了这个案例，相不相信原始人威力？相信，相信，真的哈、哦，真的让绝望者看到希望。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些反复你们也都看到了，就像乳癌，早期其实不是说早期的，我在讲课之前，你们只要碰到血，没有听过我的课，没有一个不手术。我相信，只要看到稍微挤一下流血啊，今天就到此为止。那你看这个皮肤的过程也是这样反反复复。但你们如果没有了解，有些是修复过程它会出现的现象，你如果没有这样坚定，你是做不出来的。这都大部分患者对你也没有信心，你也没办法坚持。好，那这个是有包扎，有用保鲜膜，因为蛮严重啊，你们也看到它会淌水湿湿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包扎？我们最后研究就以后 SOP 就是，反正涂完之后还要用纸巾怎么样包扎，然后再用保鲜膜。啊，如果纸巾湿了就怎么样，把鲜膜打开换掉再包，了解吗？啊，就不会出事。那你不要保鲜膜包着，然后去运动流了很多汗，然后又没换，有时候皮肤还会有起疹子，了解吗？如果遇到要剧烈运动的时候，要流很多汗的时候，随时还是要换干，这个，所以保那个纸巾既可以保温，也可以怎么样？就像我们早期的毛巾，湿了就可以抽掉，道理是一样。好，我们再来放下一个案例。